刚刚说这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写。那这样写的话，你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些东西在干什么。哦，比如 LEAR3Data 在这里，哦，这个很厉害，不行。好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把这个位置，然后放到哪里去？在 ASDR020， 知道这个在干嘛？这个在干嘛？这个在干嘛？它每一个你都知道，一看就知道，不用再像我们那些什么表，或者再去算 PC offset， 然后加起来看它会跳到哪里，对不对？不用，你看到这个 BRZ 非理性，那哦，假如这个程序的话，可以跳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如这一个 BRP， 假如 P 等于一的话，跳到这里来，这里在这里，哦，所以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去算。好，所以这个程式就容易走，哦，就容易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说 data， 我们就讲，对不对？在这边，所以这边有一个 data， 然后点 field， 代表这个 address 里面我要放的资料是后面点 field 后面那个资料，所以这个是 address 八的。好，那因为我后面。这里这个位置是多少，这个位置是多少不重要，所以我就 不需要在这边写 data 一 data 二的东西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知道第一个 data 的位置的时候，下面那个位置我只是把 R 上去加，对不对？它自然就是抓得到，所以我就要写这边的。好，然后下一个就是点位置，好，那这个放在这里，好，再来下一个是 field， 好，但是这样还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子，你不能直接把这一个连到这个后面。这个连到这个后面的话，比如你费里奇是，我们刚刚这个费里奇是在3012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把 data 直接就写到这个费里奇的后面。那么 data 这个这一笔 x800， 它就会放在3.13，而不是3.5。那你希望它放在3.5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又提供另外一个指令，叫做点 blk， 啊，不用 blk 叫 block， 是一堆的意思 ，block block 的缩写 ，block of words， 这意思就是 block of words， 就保留。多少个位置？哦，那你看你希望这边，我们刚刚说 data， 我们希望它是3.5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个 finish 这里是3.12，所以我中间要塞多少个在里面？我是不是要把它3.12？3.5也减掉3.12。好，那这个就等于多少？也减二。零点二，对，就是多少？八不是八，这个是16.5，这16.2是多少？14是多少？14是用一，哎，然后这边是4.1，这边少，看对不对？所以你中间就要塞这么多个在里面，啊，你只要这里3.5。然后这边假如是，但还要再减一的，因为原先这3.12是最后那个指令，所以还这个再减一，所以就是 A B C D， 所以这边就要3D， 一个是3D， 就我这边保留这么多个 word 在这里，好，所以我这边当我算到3.12，我就会。这边有3D，所以就3.13、3.14，这两个加了这么多，这一个人呢，这一个加了完以后，下面就是这样算，这样可以吗？假如你这边不加这一个的话，它就直接变了，就变成3.13。那你刚刚说，哎，我中间还要塞这么多个位置在这里，哦，那只有3D，所以它就把3.12再加上3D，3D 完了以后，下一个才是。这就是三，大概对，所以它就3.12，再加上3D，
，DEF 就是四，来，那下一个是不是就三？这样子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该介绍给你的都介绍了。啊，这个 simple， 然后这个 BL 可以等于，所以你要保留多少个字在中间，让它不要连续的，这里马上下来就可以了。中间你可以穿插多少个字？好，然后这边要点 free 有注意，这边一定要点 free， 点 free 有就是我要把后面的这个字点到我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只要你点 plus W， 是我不确认的字，就保留多少个空。空间在那边，里面的资料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意，这样子，了解吗？但了解会有是，你保留一个位置，然后后面这个位置里面的资料是这个，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里面的资料是什么，了解吗？然后这个点会有是指的一个位置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位置然后就要加数字。所以不能有两个意思，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最后一个点 end， 就跟我们有开始，对不对？你去看电影，最后就 end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程式也一样，最后就点 end。好，点 end 就告诉这个关闭的程式说，我这个程式到此为止，后面的不是我们的，所以你不必关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点 end 不是说程式最后填在这里，不是执行填在这里，不是把执行最后就填在哪里，填在后面这里。但是这里呢，就是你刚刚还有 data， 对不对？整个程式就翻到这里，下面的东西再出现的就是我的程式。啊，你不必慌，一直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想见，你看我只要这样写的话，点 ORIG。他不会产生本身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只是告诉我身份，如果我第一个指令要从上面名人开始，好，所以这一个我们叫做等待，这种我们叫等待值。啊，这个也是，只要前面是点点的，都是叫等待值。它不会有一个 OB code 来对应它，不会。你关注了没有指令？啊，那这个也是点 end， 点 fill 也是，对，比如说、这里是一个位置，然后里面你是后面要填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真正是这个位置里面放了一些，它没有点 fill 的 OB code， 点 fill 的找的也是没有，啊，它只是你会让它跳，从3012跳到3050而已，就中间它不做任何事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所以只要是前面第一个字母是点，就代表它是叫什么？啊，三个人。好，那其他人就关这个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就每一个，啊，每一个指令对应的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轨迹。像比如说这一个，这一条指令发出来的就是这个16个字，这条指令发出来就是下一个16个字，这个，所以都一对一。身体跟那个一对一，跟本身那个一对一的上面的，那所以假如给你这个程式，而不是这个程式，你就容易理解多了。这个程式在做什么事，就容易理解多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第，你看到第一个指令说，哦，把 data 放到 R3， 对不对？把 data 这个位置放到 R3， 啊，那所以 R3 放的就是这一个位置，这个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再来 R0 变成0 ，R1 变成0 ，R2 变成0 ，R4 变成3。哇，你现在读起来很快。好，不要像你在那边十六个变成三。再来 ，BRG 可以看看这个 R4 是等于0。四的话，结束，对不对？都是等于0，那我就读把 R3 加上0，那读那个位置，那 R3 这时候是就这个位置。所以就是读这个位置里面的内容，画面容易提到哪里，然后看看它是不是正的，是跳到这里，加一，然后跳到这边，R3+1，R4-1，然后再，这
所以说你看这城市，你在堆的时候就很痛啊，这不像我们刚刚这个在看这个 binary 16-bit 的原理，啊，那就简单多了。OK 吗？所以我们叫 assembly。但是我刚刚提到说，这个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 电脑看不懂，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翻成 assembly language。好，那要怎么翻？要怎么翻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告诉你，你怎么样当做 assembly。assembly。好。你看，我要把这个翻出来，我是不是基本上要知道 data 是吗？是多少？对不对 ？data 这个位置代表它的数，这个数值多少？再来，这个我可以翻，这个我可以翻，这个我可以翻。哦，没有 symbol 我都可以翻。然后这一个 ，again 是多少 ？finish 是多少？对不对？然后再来 ，pos 是多少？再来 ，net 是多少 ？next 是多少？所有这些新本我是不是都要知道到底要代表的数字，我才可以翻这个程式，把它翻成这样。所以我们第一步怎么样 ？Assembler 的第一步就是整个程式扫一遍，扫一遍，然后去决定这些新本的值是多少。好，好，所以就第一个看到 data， 好，然后它的值是多少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先不知道，我先读到这一个，那我就知道这一个的位置是3.5，那我第一个值是3.5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data多少，所以我先想这个反应是多少。好，好，然后这边再下去，我就知道这是3.5，对不对？我就一个一个数，一个个数进来了，一个个数，3.02，3.03，3.04，3.05，所以 again 是多少？对不对？那我读到这里，我一边读一边加，就知道哦 ，again， 好，然后再来 finish， 好 ，finish， 我不知道是多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我知道，我看到一个 finish， 就是讲 finish， 不见，但是多少我不知道。好，然后再往下读，这里，再往下读 POS。我要读到一个 POS， 多少不知道。好，但是呢，你知道这边我现在是3.06，这我们刚刚数到，对不对？3.06，那是3.07、3.08、3.09。好，这边是3.05，然后我又看到一个 NEG， 然后我又不晓得 NEG 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。3.00A，3.00B， 这里就是3.00B， 然后又看到一个 next， 对不对？这边看到一个，我们这边是3.00B， 然后这边就多少？3.04，它所以 POS 是多少？这边3.04，然后我就拿起来，这个是。好，那这边3.00B， 这边是3.00，那 NEG 是多少？这边3.00，对不对？我说哦 ，NEG 在这边3.00，然后再往下看，哎，这是3.00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 next 是3.00，然后点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3.00F， 然后这边3.01，对不对？3.01，这里是吧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再拿点进去。然后等到我看到3.02以后，我又看到这个 ELKW 3D， 所以我就把3.02加上3D， 3.02加上3D。刚刚在这里 ，EFF， 它所以 data 多少？3.04，对不对？你就往前进去，这就3.04。好，再一次往下读，那第一步哦，这我们叫 first pass，
first part， 好，第一遍，第一遍我就往这边先走，那代表我就到这，然后第二遍再从这边开始 ，LEAR3θ， 哦，那我知道这会发生了 ，θ 是多少 ？θ 是三十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在 LEA 的那个 PG offset 要放多少？3.5×3，对不对？那我那个 PG offset 的九，那几个 bit 就算出来，我这一个就可以换成3.5×3.01，就是0.04的。啊，这个面积是，啊，是，这样 OK 吗？像我第一个时间我就换错了。好，再来 end 这个 R0R0点，哦，那都没有缺口，我们就照搬 ，AND 就是0101。R0×0，R0×0，你一定要摸，说这个变成零，那一定是零，后面我就变成零。好，同理，这每一个都照照相。好，这一个 BRC finish， 因为是 BR， 所以0000，对吧？0000，那因为你是看 C， 所以我就0101，对不对？然后 finish， 我 finish 是多少？哦，费里是3.012，对，那3.012减掉这边3.012，这边3.07，3.002，3.012减掉3.07，就费里写的 PG 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个地方，那再来重理这个也放出来，这一个 POS 是多少 ？POS 3.07。那这里3.06、3.07、3.08，下一个是3.09，所以就是3.0C×3.09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就上？好，再过来，这边是3.09 ，NEG 是多少 ？NEG 是3.01，对不对？3.01×3.0A。是不是这个我设定出来？那3.01×3.0A 是14，一是14 ，A 是十，所以是OK， 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就关出来了，这一个也马上就关出来了 ，ADD， 对不对 ？ADD。R1R1R1 好，然后 BRNZP 你要切过什么？好，电脑切过等一下，这个来，你那个你是打在哪里？打在这块，好，那这个是 BRNZP 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是0000，然后 NZP， 好，然后 NEX， 那 NEX 是多少 ？NEX 是3000F 嘛，所以3000F， 然后这边是 A， 这边 B， 这边是 C， 对不对？所以3005减掉3007，好，那你就知道 B 表现，所以每个都知道，以此类推，了解吗？哎，然后最后我到这边 ，BRNZP again， 好，这边是3012，对，好，所以在执行这里的时候 ，PG 是3012，那 again 是多少 ？again 是3006，所以你把3006减掉3012，对不对？这样 OK 吗？那这个 PG 要设定错，所以就是这样做，很深刻的。所以为什么你要给他点 O 啊 ？I， 因为他才知道说第一个看什么算，算每一个直接位置，他才可以把这个 symbol 每一个 symbol 扫第一遍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叫 symbol table，symbol table，symbol table， 符号表。好，那 C 加加也有它的 symbol table。每一个 compiler 都有 symbol，
那你有了这个讯号黑膜，是不是每一个镜头它的位置正好也知道？啊，调整红色你这个镜头。那你在翻每一个指令的时候，每一个指令的位置是多少，你都知道吗？会讲，因为你就告诉他第一个指令在哪，对不对？放在哪里？就是你就知道。了解吗？那你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过程，用一个软体把它写出来，那个软体就叫做 Assembler，这个可以卖钱吗？只是现在这个不值多少钱。因为这个很好使，对，基本上就这样。好，所以通常 assembler 都是也会做的。好，因为那个不值，但是 C 加加就绝对不值，不会，当然就把你去报警了。就像像那个 C 标的，标的 C 加加那个，多的 C 加加那个，好。那 compiler 就比较弱，所以你 C 加加写了一个程式，它完全就不是那个意思，很难。那而且 assembler 呢，它没有什么最佳化的问题。那一对一啊，你这个程式写得烂，它翻出去翻过去就是烂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对一啊。所以假如翻出来的不好，那是你程式 assembler 本来写的不好。但是 compiler 不一样 ，C 加加的 compiler。他会去做最佳化，啊，所以不同的 compiler， 他做出来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，有些就跑得比较快，然后他最佳化的就程度比较强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写这个 C 加加的 compiler， 他利用那个人工智慧的机器，啊，就里面怎样状况，啊，就跟下棋一样。你看下棋有那个下棋解析，下棋的下棋解析，那就很多人说是这个解析，啊，所以他的这个下棋的解析可以灌注很多，啊，那你假如你没有用那些技巧的话，你可能灌注是下棋的方向，他说现在就是很多人在研究这个，包括这个 compiler 里面也有这个系统。人工智慧的技巧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这是我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程式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这是三个程式，对，好，所以资料学习上很漂亮，所以你可以参照一下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，参照我刚刚的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问题。可是我这边因为我要从4000年开始，所以我这个写 origin 表示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对应算一下。好，那我刚刚是以这个某些 language 我再去写算比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你也可以，通常我们是这样，你不要说我某些 language 写完了再去翻这个复古，是你一写就让我算比。啊，然后写完了你再去翻，这样我说不定马上就能写，这个说不定写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写就写对了。所以你现在把 R 连先过一点，你写一个 at R 连 R 连，它自然就把 R 连进去。啊，好，那这个是第二个程式，然后第三个程式，好，这边有点，这边有点，这边是 boolean。啊，它自动就会把它翻出去，都是它的，啊，这个分的，啊，这个，啊，啊，第四个，所以我们这程式展示给你看，分的有几个。怎么样？来，那我们现在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直接用 assembly language 写，
写成诗，不要在我训练营要变成生物。好。那你只要去做后面，其实有一大堆题目让你去练习。好，就是练习这些技巧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说，哎，请你写一个程式。好，请你写一个程式，去比较两个数的范围。那这两个数呢，是放在哪里？放在三连、五连。好，放在三连、五连，跟这一个三连、五的地方。然后请你写一个程式，从三连、一连开始。好，那假如第一个数比第二个数大，那就在 R 连里面放一跟一。假如这两个数一样大，就在 R 连里面放。假如这个第一个数比第二个数小，就在 R 连里面放。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说，好，你怎么数一个？好。那因为我们这个程式要从这个零三点一，所以你就知道二点出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因为这两个数字放在三点五零跟三点五一，好，所以我假设第一个数我叫它叫贝塔基，第二个数我叫它贝塔，这地址是贝塔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就说好，得第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放在 R 连嘛，如果 R 连我就不用，我 R 连专门是放这个结果。那我把第一个数把它读到 R 一里面去，好，我读到 R 一里面去，了解吗？我把这个第一个数，啊，把它读到 R 一里面去。那我要读的时候。这一个位置在哪里？对吧？好，那我把第二个数读到行二里面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两个数本来就这一个，我不能直接这样做，直接把它加起来，因为我们只有加的这种比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怎么样？我要做。R 一减 R 二，但是我现在减了怎么办？我说我就把 R 二把它出仓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特殊的这个，怎样做出仓里 ？S O T， 对 S O T， 对不对？然后把 R 二把它做这个出仓，结果把 R 二做出仓里，结果它要做那里。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时候我 R2 里面就放的是零变一，零变几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 ADG。R2，这时候才能注意差别，对不对？好，把 R2 加一放来，所以我 R2 这时候放的就是 theta， 第二组 theta 的负的中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再来 ADG。好，那就是 R1 跟 R2 加，把 R1 跟 R2 相加，结果放在，那是不是我在做 R1 减 R2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去看 ，DR， 然后大一点，就这个 R1 减 R2， 对不对？那我就是 POS， 好。好，那假如 BR 比较小 ，R 也比较小，那我就叫它 N1。这是 POS NDG， 就是随便你选。好，那通常你会取一个名字，自己比较知道它的什么意义。对，比如说 POS 的，它等于 positive， 对吧？那 NDG 的，假如它是 negative， 对吧？对。好，那再过来也不是 B， 也不是 N， 那就是等于零。那等于零是不是代表它们一样大？对。
对，那他们一样大，所以我就 ADP。哪里？哎，因为一样大就是脸，我就不用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就 B 啊 ，N Z B 结束掉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然后这边呢 ，P O S 跟这个，这个就是角度你是正的，那我是不是 R 零开加 N？ 因为 R 零正的就是 R 零正，所以我就 N Z B。但是加以后你要 B B 啊 ，N B 来，好，然后这时候跟 N E，N E D 这时候 R 零要做负一啊，就是 A B B， 行嘞，然后再过来，再过来一组，对不对？我不用让他跳，应该是我先组。陈述就到这边，就这边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下面你的 data 就必须要接进去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我们哈、哦，不会去注意的时候，我 data 都放在哪？放在位置的哪里？那我们就这样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也是你找到的。你这边 BLK 要多少个？你要这边来这边数一数。所以通常我们就会说，好，城市从 AKS 三点一零开始，然后等到执行城市完了以后，我们马上飞到去，然后放在后面去。好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去算 BLK 要留多少，对吧？好，那、啊、但是只是说你这样做的话，那个 data 不见得要放，是放在上面。那没关系，你要 data 可以放掉。好，所以通常你在水深水不会说。对了，要直接在位置上面。你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后面啊，假设我们这样做，那你要去算，算这边 B 也可以算，啊，也 B 也可以。然后你这里才是非常万，对，非常万，非常万。啊，你的 B 也 B 也 B 也，你看这边是 X。零零零二都是 H 零零零三，好，最后才是 B。好，这一个 B 的 K 你要多少？你这样算，因为我们是只用在三年。好，算这个也容易，就看看这一个是这个是位置是多少，这个位置多少，解决就行。好。那你看这个程式，它就你在思考的时候，它就不是那么困难，对不对？它基本上就是我把两个你看，我就是把两个 data 放到哪里用，存进去的，对。然后再来，因为我没有减的，所以我要用加来做减，那就把 R 2 2 company 变成负的，对不对？变负了以后，然后再 R 一跟 R 二做相加，就相当于 R 一减 R 二。好，那 R 一减 R 二，假如 R 一比 R 二大，这个做出来就是正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就 A 角是正的，跳进来，啊 ，R 一负。然后呢，做完了以后就说你不正，它减了，所以 R 一你不能放正，对不对？我阿联没有清空，哦，那错，那是我错，好，所以我们阿联清空，然后我要考试都过一百，哎，你们会考一百，我也考不到一百，阿联，好，那你说，哎，我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都 OK， 你说，好的，我阿联这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都 OK， 只要你做到基本就好，谢谢，这基本上，好。
那所以假如 P 二 S， 那我们到这边来了，那把 R 一加一就平行。对，所以就我们这个例子，这里是二，这里是三，所以我做出来是 n 等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不会成立，它就会到这边来，啊，这个就成立了，因为点点都不一样，你看二比三小，现在是不一样，然后接下来跳到这里，跳到这里呢 ，R 零就变成负一，然后再过来就平行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那假如给你这个程式。比如我就写上一个程式点，然后就是说，请问这程式点了以后，好点就值。啊，刚才你乱猜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在猜对，它不是一元是负一就会零，啊，好，但是你要猜它是一元负一还是零，你至少还是知道这个程式是值钱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万一老是猜，刷就猜两个，好，那所以基本上。只是写上一个程式，然后这个程式填对以后，那请问 R 零里面的内容，然后我还可以说，哎，请你把这一个程式翻成机器语言。好，他说你一样，第一步先切分开。好，从这边三零一零开始，三零一零三零一一二。三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一九，所以知道 POS 是三年一九，对不对？三年，三年一九，然后三年一 A， 那第一期就是三年一 B， 微粒子是三年一 C， 所以就通通都知道了。再过来往这边算，就知道电脑换这个，那电脑数据会。所以第一步先把这些先补，通通都变成一个先补的。这个叫我们叫什么 ？Pass one， pass two， 好，再从第一个开始读，只要读两遍，正常就要读两遍，然后你就开始可以翻，把这个翻成，把这个翻成，一个一个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哦，你们好聪明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光是这一个搞了很久啊，哦，不晓得这个东西在干什么，哦。好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哦。我们下个礼拜进入上去。好，那我不会考你写 program， 哦，哎，写 program， 下学期你们就好好学。啊，但是假如你对写这个 program 的兴趣，建议你去写。啊，因为写低阶语言跟写高阶语言不一样。高阶语言哦，你不需要去知道。每个电脑长得怎么样？但是机械语言你要知道的，啊，所以机械语言你会的，你整个对于电脑你会更清楚，更清楚整个电脑的运作，包括它的软体、它的硬体，啊，你就会比较清楚。那你只要只是写高阶语言，就根本上你不需要知道电脑长得怎么样。啊，所以我会鼓励你去看，不只是会看，你还自己会写。因为你看，我这边就写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在写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在你的电脑，我要把这个写，这些你说你的顺序是怎样，我可以解决。哦，所以你就会自己练习，叫做程式模拟，而不是说看人家。哦，他说你一说就一说题目有问题。关联程序的，好，你送 email 或者到我们这个研究室说 OK 没有问题，或者先电话给我预约，啊，所以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礼拜六中午十二点要去，没问题，啊，你我就会等，啊，那我的电话就是10，很好记，对不对？要注意点，所以你先打过去。给我约时间，或者送机内给我约时间，都会有那个都 OK。好，那你要去我研究室的话，麻烦你先打个电话。好，不然你去了，结果我刚好到我的研究室的检测中心报告。好，那你先拨一个电话给我，或者先用 email 给我预约，我可以给你说 OK， 那我那个时间就是。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就。
下一个一块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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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